你跟我一起回国吧。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现在回国算什么？要不咱们俩搬到这儿来常住。我爸呢？你爸？你爸不来，他工作太忙了。妈，你不会跟我爸离婚了吧？怎么会呢？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俩先来，安顿好了，等你爸退休了他再来，怎么样？不要。妈，我还是喜欢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毕业了，我立刻回国。而且这是偶然事件。啊，对了，我让您去那个火鸡快餐厅找救我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您去了吗？啊，我去了，感激的话和感谢的钱都一并送上了。不过妈跟你说呀，以后那个快餐店就别去了，啊？为什么？收了钱那就变成利益关系，所有的情感关系在利益关系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妈，你太逗了，谁要跟他有情感关系啊？那他救了我，我当面表达一下感谢不应该吗？他要是真想攀高枝，他当时就应该主动跟您打电话，可是他没有。可能他一时还没有确定我的利用价值吧。燕子，主任，总是倒数第一个下班啊！您才是倒数第一，我是倒数第二。谢谢你啊，今天第一个了，支持围城啊！那其实也是帮我自己嘛。那这是什么呀？拿着。主任。这钱我没那么着急用，拿着吧。燕子，那个技师破格的事儿，上面又没批。不过没关系啊，咱就接着填表。我就不信呀。算了，主任，别人不想给，伸手也要不来，而且还打脸。谢谢您啊，还有您的钞票，我会尽快还的。考量，度娘说，手凉主要是肾阳虚，心血管循环不畅，血糖低或者低血压压力过大，还有没穿衣服。滚。我是不同人去，因为我的尸体需要横冲直撞。Thank you.
3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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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愣啊！还不赶紧上班去，等着迟到扣奖金啊！还有个扣吗？别把职称的事看得太重，走了。师傅，我想辞职。 我没带笔，要签字，上车先。 师傅，这是我的辞职信。这事我做不了主，你得找主任。主任为了我职称的事，已经找了两次董事长了，我就别麻烦他了，您帮我签了吧。你就那么不想当工人呢？你活不下去了？也不是活不下去，其实和您那一代比吧，我们现在生活确实是好多了，但是对于工厂这些年轻人来说。 你说基础社交、时间自由以及被尊重，这些都和工人们没关系，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呀？那你想好了没有？你辞职以后你去干什么？没想好。你下家都没找好，你就辞上家呀？你们年轻人干事也太草率了吧！你们不是，现在其实大家过得都挺草率的。你说白领草率吧，桃李北上广；蓝领草率能去哪儿啊？只能考虑工厂。 师傅，告别必须草率，还不至于太难过。您就草率的签字吧。这样好吧，反正呢现在车间也没什么活干，你先休休假，咱试试看再说。师傅，您就签了吧。我说了要草率，你找主任去。 师傅，您就签了吧。哎，燕子，哎，爸爸，公孙，你看我这婚房，我经过千挑万选，终于拍下来了，怎么样？这个，还行。那你把结婚的钱给我呗，有了房，我立刻结婚。王源，这小猪刚下岗你就着急结婚啊？稳定点再说。不是爸。 什么叫稳定？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人，除了稳定下岗，稳定拿白条以外，我真找不到什么可以稳定的。你赶紧把钱给我，人等着呢。那钱让我借给你哥了。啊，爸，我跟魏成到底谁是你亲生的？ 师傅，消消气啊！看看，这么多欠款单。 吊着这口气，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我是真不想用这张卡里的钱。哪儿来的？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北京评估组已经进公司了，大局已定。现在
要么断臂求生不玩了，要么你去找公司。魏桃，魏桃，上次踹你车那个女的带了个男的过来找你。你们不用出来。谁啊？哎，这是你爸的钱，他爱借给谁借给谁，你这样等于打他脸。我来帮他巩固下记忆。起来，他姓魏，我姓马。对不起啊，大家，一点私事，打扰了。对，大家回避一下啊，回避一下，谢谢。哎，都别走，回来。刘磊，帮我评个理。人穷不评理。个小不拉架啊！散了吧！哎，别走！你让他说，憋了这么多年了，把这口气给泄了吧。就看不惯你这一副天生高人一等、冒充救世主的样子。评理我听，马七，我走。哎，好！自从你来到我家，你要买书买书，要买衣服买衣服，要寄宿飞不住家里，什么都先紧着你，我倒成为茧了。咱俩但凡一吵架，挨打就是我。你以为你的双博士是你刻苦读书读出来的吗？那是我们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你供出来的。怎么，说你两句受不了了是吧？你不是有本事吗？有本事自己事儿自己解决，不要把我们拽上。我们没有能力填你的坑。他，就是因为帮你，两次评记是让人给黑了，逼着要辞职。说你自己的事，你说我干嘛？拿回去吧，钱我没动。你以为来管你要钱的是吧？你太小看我马岩了，没有这笔钱，我一样买房结婚，一样比你过得好。因为你只会读书，不会做人。散了吧，麻烦你，带给你师父。那你怎么办啊？你被迫放弃白头盔的梦想时，会难过吗？嗨，没时间难过，还不是得傻不拉几的活呢。谢谢。你在这是干嘛？怕你想不开，寻短见呗。寻短见那是想开了，不是想不开。你准备资料，我们正式起诉陆川重工。你现在起诉也拿不到钱，没准还会扣上破坏重组大局的帽子。那怎么样？我真的去死？咱不是还有欧文这条路吗？丁，魏成，欧文奇儿。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we are willing to raise our offer to acquire your patent. I hop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is further. 只有打了官司，从道德层面上才能说服自己和欧文斯合作是迫不得已，这样良心才没有那么痛。去准备吧，我没关系。大家千里迢迢到我们这儿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道歉啊，抱歉。快！重组成功，
你们各位呢，就是我们公司的救星啊，辛苦了。就算是帮了我们庐山了，我一定会到白鹤洞去告慰我们庐山前辈。黄先生，你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好，那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好，别客气了。好，拜托了，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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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董事长，准备好了。审计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随便乱拍呢？赶紧出去！公司条件有限，就把大家安排在评估组的对面来工作了，实属无奈，还望大家见谅啊！这不，评估组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一并把感谢给送过来。来，给大家上点水果。我们来审计就是来挑毛病的，别人都烦死了。您怎么还感谢呢？审决策、审业绩、审财务数据、审计非财务信息，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帮公司尽快完成重工环节中计划吗？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我当然得感谢了。董事长，原来进行发动机国四排放、技术研发和升级的专项资金，怎么挪用了？是挪用了。给了庐山一号了，不太明白。一边停了国四排放的技改，一边继续发放庐山一号的研制费，矛盾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看，这个魏成逼人太甚。纠结了，公司不是没钱，能不发工资也没想着咱们。哥，哥，就签了吧。庐山重工打款了，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知道为什么？咱们搞科学研究干的不就解释为什么？那也仅限于科学研究这个圈子。除了这个圈子，我必须承认我很白痴。对了，把众筹的钱还给人家，记得给利息。哥，你把这份合同签了。关我那份分成，就给我还他们几十年的利息。你干什么去啊？我出去晒晒太阳，让自己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白痴，顺便吃一顿法国大餐，庆祝一下认清白痴这一残酷现实的重大进步。你自己去啊？我想静一静。喂，孟石啊，我现在已经在有空调的地方上班了，啊，图片给你发过去了。先生您好，来看车是吧？随便看看。您可以看看我们这辆车，这辆车啊，它是加长加宽版，非常的适合您驾乘。嗯。要不然您上车试试？好。我来，我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吧。这个车呀，全车身都是激光焊接，好处呢是变形小、强度高。咱们这个钢呢，您听，刚度提升了30%，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呀，它安全性非常好。你以前做过焊工吧？是的。这样，我给您介绍一下分期付款吧。我全款啊。好，那我登录一下。你新来的吧？第一次签单。你们这的畅销车型卖一台出去，就500块钱提成吧。要是我答应你全险，你可以得到3%。要是我再答应你分期付款，再装潢，摸一下，不亏吧？哎，健子，你是不做了吗？喂，小猪，为了庆祝姐第一次被炒鱿鱼，姐必须吃一顿鱿鱼披萨。一会儿见。对不起，今天9寸的鱿鱼披萨卖完了，只剩下5寸的了。您看，我们给您换2个5寸的，行吗？2个5寸的？对，5+5=10，还多送您1寸。好吧。9寸的是63.585平方寸，5寸的是19.625平方寸，3个5寸的还比1个9寸的少4.71平方寸。谁都会有难处，所以呢，你就给我来3个5寸的吧，差那4.几个平方寸呢，我就不要了。好，行，行。谢谢大神。大神经。我怎么没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不是我的声音辨识度不高，而是我的声音只经过了你的耳膜，并没有进入你的丘脑和听觉闭塞。简单的事情说复杂是病。简单点说，你的记忆里并没有我。你一个人吃得完9寸的披萨吗？花你钱了吗？因为帮我，你丢掉了技师执照，现在又被迫改行，这顿饭该我请。那行，那我再加一个烤翅、虾、土豆浓汤，还有牛肉酥。这些加在一起的热量大概有900多大卡，脂肪转换率为100克左右。你请客，你带钱了吗？
你的车没锁，不就是失业了吗？也不至于把自己撑死吧。白领，看不出来啊。作为 4S 店的销售顾问，大中午的骑着个摩托车到离 4S 店12.7公里的地方来吃饭，吃饭时间加上路程耗时3个小时左右，可能吗？不喜欢这的口味不行啊。行，还是鱿鱼口味。按照你的脾气，应该是你把老板炒了鱿鱼吧。公司已经把钱拨给我了，尝试之后还会做整车实验。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帮你解决技师职称。不去。在大学里解决技师职称要比工厂容易。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工人呢？我也想做美甲，我也想穿时装，我也想让别人叫我小姐姐。我就是想换个活法，不行吗？大学里解决技师职称比工厂容易。现在放弃，心痛啊。你这个老总是话里有话呀，所以你就给我来了挂念书，反对重工换金融。对，越是脱实向虚、玩概念的时候，我们国企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越应该想一想，国家要装备制造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国家会因为你的实业而强大，社会因为你的技术而进步，人民因为你的稳定而富足。但是你那天去麓山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些。我知道领导的艺术是不轻易表态，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呢？我更喜欢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工人们不关心我怎么表态，看中的是我拿出的药方有没有疗效。思考得很深，也很尖锐，所以我想能否在上一次省政府的常务会议重新研究一下。但这件事情已经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通过，我也是举着手的。可是我调查以后啊，公司有很多的人不赞成重工换金融。韩省长，您在跟我进行出任省国代委书记任前谈话时特别强调要让国资国企健康发展，趁着省委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能把这个调研报告先交给胡书记看看吗？那你就得罪的人可太多了。捂着帽子当官不得罪人，但是拎着帽子干事肯定得罪人。要不要改成省国资委？不要了。哎呀，一辆车都没卖出去，还得给你当老妈子，买吃的，真是良心死寂了你。我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吗？可是你不一样啊。就凭你这个手艺，你在哪个工厂工地不能挣到钱呀？哎呀，可是董梦石不想让我再当工人了。刘美博士的老婆是个焊工，确实不太般配。你说啥呀？你说谁是不谁不般配？你说谁不般配？你跟马岩才不般配呢。你不般配。咱俩呀，也不能这么一直刷手机，
要不然啊，这下个季度的房租都没法付了。下个季度的事，下个季度再说吧。开人 ！Sorry。搞科研的人是不是经常喜欢撞人、撞树、撞电线杆子呀？你腿好了？好了。今天特意来谢谢你。不用，谁看见都不会见死不救的。要不是你帮我止血并叫了911，我可能就去见上帝了。不会，只要你以后过马路的时候看着点车就行。哦，你给我止血的那条皮带，我洗破皮了。这条是真皮的。对不起，我不习惯接受女生的馈赠。这不是馈赠，我把你皮带洗坏了，理应给你赔条新的呀。真的不用，本身我那条皮带也不贵，都是假皮的。好吧，那就用我妈给你的感谢金，买一条自己喜欢的款式。那笔钱没要。This way.That lady over there is looking for you. Can go. Go. Okay. 坐吧。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啊。阿姨，我以前是麓山重工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去过您家。3年前我停薪留职来美国读工程机械博士。怎么说，一开始你就知道方飞的爸爸是方瑞洲？我是到医院之后才知道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电话打给我？怕误会我另有所图。谢谢你救了我女儿，这是我的感激之情。再说，你也是需要钱的。阿姨，我是需要钱，但是我会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挣，而不是靠这种方式，否则我以后无法面对董事长还有您女儿。那你打算回国以后继续在麓山工作？对，现在美国上上下下都在谈振兴制造业，让制造业回流，可我们却要放弃，我觉得有点可惜。小董啊，懂道理的人不少，懂事儿的人不多。你和方飞还有方瑞洲面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再见。拜。对不起啊，我替我妈向你道个歉。不用，你妈说的对，我们面对的世界不一样。Goodbye。
喂，宝贝儿啊，怎么了？怎么想起这时间给老母亲打电话了？妈，你为什么骗我说给了董梦石感谢金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去那个快餐店吗？怎么不听话呢？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以前不这么跟妈妈说话的。妈，我只是跟董梦石交个朋友，你为什么这么做呀？那他救了我呀，我给他当面表达感谢不应该吗？那我爸也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您嫁给了他不也挺幸福的？幸福啊，啊，是是是，我很幸福，我很幸福。芳菲呀，董梦石在美国读博士，那100多万的费用是他和他那个农村家庭无法承担的，他肯定背了一身的债。对这种孤注一掷的凤凰男，他的野心，他的赌性肯定都很强的。你就是一只刚刚脱了森林的小白兔。可是，别说了。签字。我宣布，陆山一号35道坝助塞泵耐久尝试圆满成功。什么牛皮糊糊啊，咱们是不是得谦虚点啊？数据只有达标和不达标，没有谦虚一说。我们既然做到了，就应该骄傲。来，让我们再一次对特别牛皮糊糊的自己干杯吧。35道坝助塞泵已经尝试成功了，接下来就是申请专利了，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变现，我就能带着您到国外去看病。哎，想偷吃啊？那行，咱俩呢玩个游戏，跟小时候一样，谁赢了谁拿一块。您不是被圆周率很厉害吗？开始了啊！3.14159265355，897      23      23      83      26      43      38      39      50      88      41      97      50      88      41      97      44      59      24      06      28      62      08　 82      88　 89      82      08　 03      42      33      21      76      79　 8。我没错，我没错。没错。
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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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师傅。Sure.